对于今年底的七合一选情，林益雄不做评论，但他透露不排斥为好朋友助选，也愿意为民进党新北市长提名人尤锡坤站台。 有锡坤随时跟你邀请你要去无？会，我会去啊。吼，安尼哦，因为外口讲你无较赞成伊的。我完全外口团员，完全是无，完全没啊。政坛关注的敏感话题，林益雄有问必答。民视新闻。